人家的嘛。那是头套吗？对啊，国中要戴头套，高中也要戴。那我干嘛戴头套？怕碰到头啊，很危险啊。啊，脸也是哦。脸不用了，哪有脸？你要再敷那个面膜啊。大致挡到了。就挡到人家。我不知道还有。立好，看一下人家怎么跑，立好，看人家怎么跑啊！你看人家都不会跟人家哦跑来跑去的，你看人家怎么跑，多学一学，多学一学。你看人家往前跑，哇、哦，撞！看起来很痛哎。看，推到裁判的后面，看到没有？看裁判，看，我、哦、看他打人就来就来传球了。过了，没有传，刚才没有传啊，传就过了啊，对。哇！他刚才传球被抱住了。对啊。吊球就赶快点球啊！不要管人家，很让人家丢照，不管他。我刚才说什么啊？那么小的小孩，那么小，那么那么凶悍的。那个胖子说他那个胖子。哪一个胖子？17号。17号。你看到没有？人家倒地就赶快去拿球，是吧？那是1号。我刚才看到那个胖胖的那个水桶撞到了，那个很撞，那个胖胖的，然后两个点一起。你看那个子小那个，他有点勇敢，那么胖，那么胖。那是一号。嗯，看到那个小。正式跟代付，有多久？明天。那我们说你们就买。
棍子。挨走了。早上七点的，我七点教练，我三四点就要走了。晚上哦，对啊，七点了，最后一场还二十分钟的，七点二十了。我们带是。没有，那我差不多四点就要打电话。随便你们，我想走，随便大家。我四点就要打电话。我下午，我晚上有事情。对对对吧？什么事？我妈要带我出去。我妈带我出去。你们怎么不在一档口？你老师没有，为什么没有教练组啊？教练组踢出去啊！啊，为什么我都不行？是这样的。你讲我们踢的话，不就前场？对啊。对啊，我们有队友走。你说中场休息结束吗？对 啊那结束的分数呢？一样，下半场结束后一样照一下。好。照到了啊，分数照到没有？有照到，有照到。
我要开始了。超麻烦。小弟，小弟，小弟。因为他们木棉花是稍微煮，没了，我用了，我用了。哦，你就是你就是要那个，因为比较好看，因为那个看起来。你就是要跟我抢路。我现在竞争，那你注意看，二十四，对，就是想看嘛，才有路。你在打马路？然后要踢出去，你跟着球出。飞到哪里了？掉下来，掉下来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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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怎样？他哪一张怎样的？好像被压到。哦哦哦！给鸡，听到给鸡了，哎，抢到球，哦！做到了，可以不要用我大腿，很痛。爆了！你等下，等一下，他们结束之后照一下积分板，要录一下积分板。继续跑，时间继续跑。时间表不用。那个时间表，又不是写的。哎，我玩踏球。有玩踏球的吗？我们看。2013年的时候，应该是那个正式比赛的。他说有踏球，然后有香港来的。我们看看休息时间正式比赛。之后好像就没看到踏球。不要动太快，他没办法。那球要跟着球跑可以吗？对啊，你要缩起来一点。你看他要对角。
碎碎碎碎。下面有音控吧？他有没有讯息就好了，我不知道，他换头盔就不要头盔，他只要一换头盔就对了。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有可以录吗？你要录啊，不要录。你要你会录啊？会啊，就看他们走动。然后他踢球的时候要往后拉一些些。你踢到？不是。姐要吸毒吗？谢谢。嗯。那个等一下拍完他结束之后，去录一下那个计分板。不是。剩多久啊？安南一次球后踢掉。哇，太猛了！嘿嘿。拍完就好了吗？拍完就好了。你要拍那个积分板的那个。